你干嘛呢？你们俩干嘛呢？不能动了，推推！不是，现在你不能了，晨哥。啊！所有人站定之后就不能带攻击了。啊！就完了？你占领了一分了，已经。晨哥，你的功能是上去拿一分的吗？有点浪费啊。<笑> Yes， 晨哥是要去减三分的呀。加油！加油！一二走！哎呀妈呀！ 九爷，等会儿，来，哎呦我的妈！撞车！来来来来来，等会儿！第一局，追击队得一分，神鸟队四分。里面最有攻击力的居然是我。接下来，请两队攻守交替。 请追击队站上我们的柱子。那我就只能先去远的那个了。好。哇，感觉他要断了这个绳儿。你走过去就可以了，静怡。哎，漂亮！哇！恭喜！哎呦！哎，好厉害！好稳哎！空中还倒手呢，我对，跳起来之后还往上找了一下。等一等！哇，这怎么攻啊？我天哪！ 这样，你来这个，我去那个，你俩守这个，我守那个，那就不用搭理他了，那不用搭理。<笑>好，接下来请神鸟队进攻，来吧，凯哥。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去哪儿呢？你就得中间了，你就得中间了。这玩意儿你也动不了。<笑>这玩意儿不好动，不好动，这玩意儿。 什么意思？我们命啊！我们的命就不是命吗？我给你揉你，你跳去。歇会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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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觉在鬼门关里走了一遭是吧？那边不好，不好去，那边不好去。 转了一圈，哎，中间怎么李晨还过来了呢？这是发生了什么？再来一次，抓住，抓住，加油，加油！一二三，我要开，我要开，开个。 推猛了，卡出去溜沟了。你看看你的行走轨迹。<笑>
使多大劲儿啊？这比我想象中难呢。没，我们这个队友就给大家乐呵乐呵，对对对，乐乐乐，就给大家乐呵乐呵。